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。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， 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， 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 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、互不侵犯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无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，更不应该导致战争。